樽堂咏：常主，你的旨意凌驾一切，谁也不能抗拒，因为你创造了上天下地的一切事物，你是万有的上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哋诚心准备自己，忏悔己罪，进入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诸圣中徒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丰厚的慈爱远超我们的功过和期望，求你广施慈恩，赦免我们的罪过，消除我们的不安，赏赐我们不敢祈求的恩惠。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圣保禄中徒致加拉达人书。无知的加拉达人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活现在你们跟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愿向你们请教这一点：你们领受了圣神，是由于遵行法律呢，还是由于听信福音呢？你们竟这样无知吗？你们以圣神开始了，如今又愿以肉身结束吗？你们竟白白受了这么多的苦吗？果然是白白地吗？天主赐予你们圣神，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德能，是因为你们遵行法律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上主在自己的仆人达味家中，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正如他藉历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这位救主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他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记起他自己的神圣盟约。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他向我们的祖宗亚巴郎立誓，因此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Alleluia, Alleluia。 上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接受你圣子的圣言。 Alleluia。 愿主与你们同在。共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那里向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吧，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那人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我的孩子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念不知耻地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而只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读经一呢，中文的翻译呢，他说无知的加拉特人 实在讲得太过客气了，中文中文不敢讲啲粗鄙话原文呢唔係讲得咁客气㗎。保罗用嗰个字呢係解愚蠢。真係蠢到不得了，佢又话緊佢哋。你哋係咪傻咗㗎你佢係感情激发嘅时候呢，嗰一刻係唔識得羞耻㗎。就係闹佢哋真係死蠢呀你哋。蠢乜嘢就是说他被那些犹太化人那些犹太教人呢去尝试拉回他回去以前未有耶稣之前那种这样的固守。法律不是用来固守，法律是告诉我们知哪些是错，还有法律呢是被圣神释放了，我们被洗净了，知道我们属于是父亲的仔女的时候呢，我们欣然甘愿去为爱而做。就不是因为我们要得救所以我们要守法律，守法律怕会做错，怕会做漏，怕会被罚，我们要做到完美，靠我的力量去做，去换取救恩，去换取天堂。这个就是那时候挣扎的地方。这个也很多时候我们天主教徒要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天主教徒因为可能讲手法多得滞，早期的很多的之前的教育方法其实是教错了。Unfortunately, 自从这个中世纪和这个基督新教分裂之后呢走了极端，有时太过着重于戒条戒条戒条，戒条是很重要，但戒条呢是被释放的人去守，就是用来爱的，就不是要来要来箍住自己，这样不准做，那样不准做。但很多时就算今时今日，很多天主教徒由细到大在天主教学校读，在天主教的屋企去天主教圣堂这样教育出来呢，仍然有一种这样的恐惧感压迫感被天主的戒律所封杀了。觉得是被人限制住这样。这个绝对不是法律戒条的原因。耶稣来到你改变了这件事，在福音里面很清晰，就是说只说你是自由的，你的确是自由的，我的罪已经被赦免，我和天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要追随他，是不会敌视我的，但是呢我爱的回报呢就是我要爱主爱人。怎么爱法呢？法律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法律，就是我们的目标了。力量呢是来自天主。我们首先活在那个
被释放、被爱嗰份自由里边，然后甘愿地去守法律，甘愿地去守法律。咁点样知？咁法律点解会几时系变成一种束缚啊？就系、是、我哋不愿守法律。个问题所以就唔喺个法律守得几好嗰度，系我同天主嘅关系有几差嗰度。我就要去犯告解啊，要去求呢个恩赐，求呢个恩赐。我哋要喺呢一种咁嘅 mindset 里边咧，睇呢一个 gospel 今日嘅福音咧，我哋就会明白啲啊。有时候我哋睇呢个福音咧，好似有时会当咗天主系王大仙咁啊，诶，摇钱树咁样啊，诶，有求必应咁啊，诶，觉得就系、是、哇，系咪噶？我咁我即系求佢唔应，咁即系我唔系一个好门徒啦，系嘛？你们求诶就会诶，你们求就会求到，找就会找到，敲就会门为你开。但系我同天主嘅关系好似唔系咁咁。但系留意咧，成个福音咧，佢系讲紧因咩事去？就算连个比喻啊，都系因为爱嘅需要，因为服务嘅需要，因为做一个门徒嘅需要，因为系爱天主，知道天主爱我，而想去将法律嘅完美去追随嘅嘅时候，嗰个嘅不能够，嗰个缺乏，嗰个嘅限制，喺嗰个空间去求嘅。耶稣话一定俾，一定俾。特别喺呢个路加福音里边去讲点啊？何况阿巴父唔会俾佢嘅圣神俾你。咁啊，求阿巴父，阿巴父俾圣神系做紧啲乜嘢啊？做紧天主想我哋做嘅嘢，爱主爱人。所以雅各伯书嗰度话：你们求而得不到，点解？因为你们求错了。求乜嘢？求不是天主旨意嘅嘢，求我自己嘅嘢，求不爱嘅嘢，求好自私嘅嘢，求我啱晒嘅嘢，求我净系谂我自己想要嘅嘢。就算系好好嘅嘢，但系我哋净系谂，我想咁样，我唔觉得咁样，点点点。但系耶稣喺呢个教导里边咧，好明显佢嗰个 context， 佢嗰个脉络啊。是讲紧乜嘢啊？就是话你要款待朋友，你要求适当嘅力量、适当嘅需要。孩子同父亲嗰份嘅倚靠，孩子求父亲，父亲会俾好东西佢。嗱，佢冇话父亲会俾孩子要求嘅嘢，系嘛？孩子求鱼，你食得太多啦。啊，我唔会俾茄子你，但系可能啦，你唔好食字啦。啊，你做咗你啲功课先啦，你洗咗啲碗先啦，你做下其他嘢先啦，你唔好淨係坐喺樹等人去俾嘢你食，乜都唔做啊！所以我哋有時都要睇翻個 context 啊，嗰個脈絡啊，就係話唔係話乜嘢求乜嘢，天主都會俾我哋要嗰樣嘢，佢會得到更好嘅嘢。核心嘅就係乜嘢啊？就係同天主嘅關係係一個信任嘅關係。求天主最核心嘅就係希望聖神嚟。推动我哋爱天主爱嘅嘢，凡系呢一类嘅祈祷，圣神都会彰显嘅，圣神都会回应，都会充盈我哋。圣多马斯啊，圣 Thomas Aquinas 佢话：凡系求，就算我哋唔知道天主嘅旨意系乜嘢，但系渴求得到天主嘅旨意，渴求去配合天主，渴求。在德行上增进，凡是渴求更多的天主的圣宠，凡是渴求成圣的一切需要，他说天主都一定一定应允，必然应允，还是立刻应允。天主是极其想给一切的恩赐，他整个的圣神的充盈，圣神里面所有的恩宠，无论是成圣的恩宠，还有服务别人的恩宠，爱主爱人，得到天主仔女真正的光荣自由，一切里面的恩赐，天主是极度想无限地倾泻给我们。而我们得不到，并不是因为我们求得太多自私的东西，而是我哋冇求到呢啲真係我哋最需要嘅嘢。我哋好多求好多我哋以为自己需要嘅嘢，但係只不过我哋係想要嘅嘢。
我哋想要嘅嘢，就好似未了解父母嘅仔女，咁求呢样求样，要零食，要玩，要唔做嘢，要懒惰，要好多嘅游戏，要去做好多嘅好百厌嘅嘢，啊，伤害自己嘅嘢，唔了解到后果嘅嘢一样，啊，父母可能都会迟延佢哋嘅满足，或者俾其他嘅嘢佢哋，劝佢哋做其他嘅嘢，佢哋都会发嬲礼，都会反抗。但我哋唔好做百厌嘅小朋友，唔好做愚笨嘅小朋友，有好嘢等緊我哋唔要，反而掠返去一啲垃圾嗰度。我好似保罗咁样，真係死蠢呀，我哋唔好做啲咁笨嘅人，我哋做一啲聪明嘅人。天主嘅恩宠咁大咁伟大，救灵嘅恩宠，即係可以准备我入天堂，亦都准备我能够带更多嘅灵魂，吸引更多嘅灵魂去向往天主，呢、这个唔係更重要咩？在世短暂的我这刻自私的属于肉性的这些好像好刺激好像好这个世界很崇尚的东西，但是阻碍我们危害我们伤害我们，也都隔离了别人可以得救的机会，这些东西不要做这么笨的东西，让我们，所以今天祈求天主给我们一个聪明的向往的心，热切的心，就是天主我要寻求你最好最正的礼物，如果可以俾晒我，我今天要晒佢，我愿意完完全全咁样去跟随你嘅旨意，阿门。用我哋一同祈祷。我哋为教会所有上上下所有成员祈祷，能够日复一日喺祈祷中寻找主耶稣嘅旨意，日复一日去依附佢，日复一日去经历佢每天想宣告俾我哋阿爸父嘅爱情，让我哋向往天主嘅旨意多过我哋自己嘅旨意，的确让我哋能够回应佢俾我哋嘅祷声。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愿祂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为教会的团结和领导祈祷，为我们的教宗所有的神长祈祷，为当中作领袖的平教徒祈祷，愿我们能够可以更加懂得去彼此相爱，做好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弥补当中我们很多破碎，很多的假见证和撕裂，以爱心以实际的行动去发挥福音的精神。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为今天最需要天主的人，可能是很远离他的人，可能在种种的痛楚里面的人，可能在种种的黑暗里面的人，可能是自己封锁了，不相信自己可以得救，可以被宽恕，可以翻转头，可以得到自由，不知道福音的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力祈求天主能够可以助佑他的计划，帮这些弟兄姐妹粉碎这些的封锁这些的束缚这些的墙壁。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为疫症的结束尽快找到疫苗和医药，病人得痊愈，临终者可以经历天主的慈悲，亡者得天堂，他们的家人得到慰藉和勇力勇气，前线人员得到一切的保障，并对天主给他们服务病人的使命可以带着爱心和关怀去做。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为当下各国的首领为他们的得救，为他们的政策是能够可以走向公义，走向平等，走向可以真心 真正这样关注到最有需要的被边缘了的弟兄姐妹，保障到无声的
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未出生的婴儿，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仁者天父，请收纳我们的祷声，助佑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能够目光时时望住你的旨意去遵行，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的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给你，写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的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给你，写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我们按照你圣旨的命令，为纪念他而举行这祭献，求你悦纳，并藉这神圣奥迹实现你圣化和救赎我们的工程。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正如你是人类的创造者，你藉着你钟爱的圣子也是人类极欢人的再造者，因此你创造的万物应当侍奉你，你救赎的万有共同赞美你，你的诸圣也全心歌颂你。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称扬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主啊，我们纪念你的希望，庆祝你的光荣复活，期待你的光荣再来。上主，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诸圣中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及与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我们人数虽多，却是同一个身体，共享一个饼和一杯酒。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
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领受了你赏赐的圣事，得到滋养，求你使我们在喜乐中侍奉你，并能日益肖似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向圣尼亚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尼亚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那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我们会献上这个慈悲串经，再一次是为真的此刻最需要的灵魂，特别是临终的灵魂，不要被魔鬼有机可乘，特别是这个困难的环境之下，无论是因为这个疫症的病或者其他任何的病，这家 病人都比较困难，没人可以这么容易在他们身边去帮助他们去打最后这场仗，去赢回他们的灵魂，去走向基督，去准备好自己的心灵。我们在这里祈求天主去弥补我们亲身做不到的事，特别是为临终的灵魂和刚刚去世的保障他们，引导他们进入天国。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每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夫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印，又同贞玛利亚诞生，就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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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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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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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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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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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